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00页最后一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指佛国之无尽功德。人王经书云：施无名功，归己远德，经言书云：功为功能，助贤借由利益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善行加德，指自由之德，故名功德。德体名法，我们先看这一段啊。经文这些句非常重要，啊，具足无量行愿。前面我们学过，借着呢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啊，安住两个字重要。心里面真正有，啊，真正有什么？有一切功德法，啊，或者是我们要把心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之中。一切功德法是什么？如来果地无量功德，是自信本具的，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具无量功德，啊，在这部经，在这个法门，佛国无尽功德，就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德号。名号就是佛国无尽功德，啊，所以念佛的人
有没有得到佛果无尽功德呢？未必。那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安住，安住这两个字是关键。啊，我们念佛，心里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啊，这个安住就没有了。怎样才算安住？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心里面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叫安住。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意思后面注解里头还有。啊，我们先看人王经书里头所说的是无，实是不实。不实有财不实，有法不实，有无为不实。不实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啊，有布施给一切众生，这是空。啊，自己所得的，这叫得。布施要有真诚心，要有清净心，要有恭敬心。功德就圆满。或是缺乏真诚，缺少恭敬，有德，这个德不圆满。啊，纯是利他，不求自利，这功德圆满。为求吉利而布施，这个布施的功德有限，啊，不是圆满功德。所以，每个人布施，果报不一样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净严书里头说，功是功能，啊，诸恨皆由利益之功，这称之为功。行六度万行，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菩萨常讲的六大行门。门门都有利益之功，啊，自他两种利益完全具足，啊，所以称之为功。这个功善行加智德，啊，谁肯干？发菩提心的人干，
有慈悲心的人干。啊，慈悲里面又分无缘慈悲、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啊，有化缘慈悲、三乘菩萨，啊，有爱缘慈悲、六道众生，啊，通通是慈悲。依旧分很多等级，啊，都算是善行，啊，善行加之德，德大小不一样，啊，得体明法，啊，得之体是明法，功德法了，法者梵语大母。通于一切，无论小大，有形无形，真实虚妄，是事物者，是道理者，都用一个代名词叫法。所以佛教里头常讲佛法无边了，佛法广大啊，用一个代名词全部都包括了，啊，就是全宇宙，我们讲事处世间一切法，这一个法都包括了。唯识论说的比较详细，啊，法是什么意思？归持，啊，归是规范。可生无界，无就是众生，啊，众生是指一切有情众生，他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他能够理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海贤老和尚有一次在山里面峭壁下面遇到一只狼，啊，大狼猛兽，他心里想了，逃也没办法逃，啊，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个狼走到他面前，咬着他的裤脚，啊，一直把他带到狼屋，哦，看到一只母狼快要死了，老和尚心里明白了，是来求他超度，所以他就坐在旁边一心念佛给他回向，十几分钟之后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五个小狼，啊，五头小狼，这个公的狼的时候就好像又鞠躬啊又哈腰啊那种感恩的样子，啊，老和尚就给他开始叫他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啊，不要再做畜生身了，啊，来生再投个人身，念佛求生净土多好，啊，离开之后第二天还是走这条路，这路程常走的，又遇到了狼，狼带了野果野蜂蜜，啊，送给老和尚，
老和尚收下来了，带回来。人家说你是这个药方从哪来，他就告诉他们大家，畜生都知道报恩，昨天我救了他，今天你看就送礼来了。这就是你看狼畜生，他会看会听，接触到他能理解，他能认识老和尚是好人，老和尚有道德，老和尚能救他。啊，是规范呢、啊。啊，凡是榜样啊，让众生能理解。啊，例如，这举个例子，无常，无常是一法。啊，使人呢生起无常之心，让人理解这个，哇，这个是有生命的，这个现象不长久。往深处去讲呢，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无常的，啊，都没有办法常住，啊，常是不生不灭。无常是生灭法，啊，持是住持，住是停住一段时间，啊，持保持它这个样子，这叫住持。住持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不舍自相啊，一切诸法了各有其相，啊，有些现象几天就没有了。我们看花，花开花谢，啊，有些花开的期限长一点，啊，一个星期它才谢，有些花第二天就谢了。啊，开谢最快的叫昙花，昙花一现。啊，开了之后，保持它那个样子，大概只有十几分钟。啊，慢慢的它就谢了。啊，所以他有自相，啊，那么自相也是刹那在变，相思相续，啊，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是不改，那叫相续相。啊，一个念头是一个相分，念念不相同，所以《大乘经》里头佛说“相思相续”，说得好。啊，后面讲安住一切。啊，会所里头说安住是不动，得成不退也。故曰安住，无德不惧，这叫一切。啊，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安住在自己心上，念念不舍，
啊，这一句佛号确实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前面我们学过，它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啊，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那合起来无量觉、无量智，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所以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的德号通通包括了，一个不漏啊。一切诸佛说法度众生所说的无量妙法，不离这个名号，所以这一句一声名号，也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统统包含在其中，一步没漏啊！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就极乐世界来说，它包含了阿弥陀佛、五劫、参学一切诸佛刹土、戒得四十八大愿，这一句名号具足啊！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的修行，真得究竟果位，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所以这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持名号一切诸佛都赞叹，何况菩萨、天龙、善神。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越清楚越明白，你才真正把这句名号放在心上啊，知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正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念佛的人就是成佛，其他的全是假的。啊，都是阿赖耶所变的。六道十法界啊，转八十成四智，六道十法界没有了，就像做梦醒过来了。
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一切有为法就指的六道轮回设法界，有为有生有灭。迷的时候它出现了，觉悟的时候它不见了。这是事实真相。大乘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把假的放在心上就造业。这个业力所感现的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前面引的行愿品里面说，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者，即是一念中，一念就是一句佛号，圆成行愿，圆满成就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十大愿望的功德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果功德之法，这总称呢。这一句佛号难呐，千万不要忘记这句佛号，比什么都重要。佛号明了不明了没有关系，关系在你信不信。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得到。只要你发愿求生，就能满足你的愿望。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小段，游行方便。经文只有两句，游步设方，行圈方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游步设方，行圈方便，此二句初赞大师之全德。全是对实说的，实是体，全是用。也就是我们常讲善巧方便。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讲的善巧方便道基础。看诸佛如来应化在六道，应化在十法界。这叫全德。游者是游行游化之意，我们今天要旅游，旅游的目的教化众生。旅游不要离开教化，这里头就有功德了。
啊，要去学习。诸佛菩萨旅游在遍法界虚空界，教化一切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能信的人有缘，愿意学的人有缘。啊，菩萨善巧方便，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看他的程度，能接受什么样的法就说什么样的法。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与机相应，啊，就是跟对方相应，他的爱好，他的根性，他能理解的程度，啊，样样都适合他，他学起来并不困难，啊，慢慢把他向上提升。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地球上，啊，在印度这个地区，啊，真的是游步十方啊！世尊没有见到他，啊，居住在树林里面，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着拓跋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一个团体，不是普通人。啊，真正有智慧，啊，到处教化众生的，啊，他老人家的教学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它为普世教育，普是普遍，世是世间。啊，人人都应该接受的。这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劝人断恶修善了。啊，这种教育12年。啊，佛所行处，没有不承蒙教化的，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啊，人都变成好人，都变成善人。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希望再向上提升。啊，佛讲方等提升了，好比办中学。啊，方等再向上提升，不如好比是大学。啊，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好比是研究所，一乘法。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前面3种都是全教，善巧方便，最后讲真实。真实什么意思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现身说法，他的成就。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应当要发愿回归本性。回归本性就是成就无上菩提。佛没有傲慢，没有嫉妒，没有障碍，他成佛了，希望个个都成佛，跟他一样啊，不在他之下了，佛的教学就圆满了啊。好比现在老师拿到了博士学位，希望所有的学生个个都能拿到这个学位。啊，教了49年了，一生教学，啊，完全给你讲真的。开头12年是方便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慢慢提升，完全讲真实。啊，方等里头有权有势，般若是实教了，跟你讲真实的。啊，49年当中，末后的30年讲真的。到法华会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我们就晓得阿含、方等、般若跟法华比全是方便说。佛用这个基础把你提升到法华境界啊，法华境界跟华严相同啊。前面引用啊，这个十方东西南北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啊，四隅这是八方，更或上下二方，啊，上方下方，这叫十方，代表空间之一切处所。十方是讲空间啊，犹不十方，表大事神通又细，自在游行，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明心见性之后，他离开阿赖耶啊，转八十成四智了。阿赖也是能变，六道十法界是所变，转八十成四智，六道十法界不见了，能变的转了，所变的痕迹都找不到。所以他住哪里？注意真法界。
一真法界，无论是体还是相，体变法界虚空界，相呢，相也不例外，也是变法界虚空界。有缘现象，能生万法；无缘呢，完全一片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也就是三种现象它没有，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统统没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他要预言，他就现十报图。十报图也是没有边际，化身菩萨住的。啊，十法界众生见不到他，他能见到十法界，十法界众生见不到他。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他有缘，他就会自然相应。啊，相应的时候现身说法帮助你。啊，释迦牟尼佛当时跟印度这些人有缘，他用示现的是应化身、应身，也在投胎，八相成道，啊，住世80年，这是应身。啊，化身突然有的，忽然不见了，啊，他来办事，事办完了就没有了，化身。啊，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的，啊，虚老在47岁的时候发愿朝五台山，他在普陀，从普陀出发到五台，3步1拜，拜了3年多才到菩提，把这个功德回向跟自己的父母。啊，父母都过世了，孝心呢。啊，当然感动文殊菩萨，他在路上2次得病，都在荒山郊野，没有人家，这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啊，路上遇到一个乞丐，乞丐好心救了他，啊，讨了些饭的时候喂他，找了一些草药，啊，帮助他把身体养好，继续再拜。啊，过了多1个多月的时候，又发一次病，又遇到这个乞丐。啊，2次，时间加起来1个多月。这个乞丐陪他1个多月，他很感恩，救命恩人，啊，请教他尊姓大名，他告诉他，他姓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
文章的文，文集。啊，住在哪里？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病完全好了，离开了。他到五台山，到处打听问起，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最后到了庙里面。啊，拜了佛之后，向寺庙的出家人请教，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有个文集的乞丐？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家说文殊菩萨化身来救你的，才恍然大悟，这叫化身。化身管用啊，化身跟他在一起一个多月时间。啊，有急难的时候，菩萨真照顾你啊！啊，那么时间短的化身，我在台湾，遇到抗战期间老校长周邦道，啊，周老师，他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南京。啊，他家南京的房子我去过。啊，是两进还是三进我就不知道，四合院，房子很大。啊，进了大门之后是园林，树木很多。啊，里面有第二道门，进去之后。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周师母告诉我们，有一天有个和尚来到他家化缘，他们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就问这和尚从哪来，求化身来，问到有什么事情，化缘，化什么，五金香油。他家里有，没给，啊，没有给他，没给他，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他家里二门、大门没有开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之后就不见了？这个谜始终放在心上，遇到这怪事情。这个和尚给他这个谈天的谈谈他说说话的时候，大概有15分钟到20分钟，绝对不是眼看花，不是错觉，真有其人。怎么一出大门就不见了？啊，前面大门没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的？以后到台中学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那是地藏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非常后悔呀，没有给五金香油。啊，所以他就知道他跟菩萨有缘，修地藏法门修得非常好。啊，每一天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忏悔业障，啊，最后念佛求生净土，往生火化有300多个舍利，啊，我那个师母真正是好人，啊，虽然抗战期间没有学佛，对待我们学生比对待他儿女还好。啊，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的，都把校长夫妻当作自己父母一样看待。
啊，这样的老师现在找不到了。抗战生活非常清苦，救济物资拿到手，先分给同学，还有多的剩下来，他们才有分。如果没有多下的时候，他儿女就分不到。啊，他的小孩不少，好像有六七个。啊，他家的好像是老四，跟我同班。以后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啊，好像老大还在南京。老大大我好几岁，在不在不知道了。啊，很多年没有联系。那么自在游行化度十方，菩萨有这个能力啊。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求有苦难，他都知道啊，应以什么身得度才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再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通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想什么他现什么啊，想佛他就现佛，想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佛，想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随心应量啊，有这个能力啊。啊，教化一切众生，行全方便啊，全对实而说，居啊，全以于全变之意，就是善巧方便啊，变化无穷啊，宜就是顺着众生，众生想什么就现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那么俗话讲通权大变啊，所以权也是方便的意思。法华文句说，方者法也，方法变的便是其用啊，作用前言之，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按佛教义，则如大集经上所说的，能调众生习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方便无量法门都是佛的善巧方便，终极的目标把你引到极乐世界啊，你现在不能接受，不能相信，慢慢来。啊，用这些方便巧妙的方法，把你引到极乐世界，让你相信，让你发愿求生。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无上。真的正确啊，不是不能犯，这是梵语音译，阿梵作无，
六道罗翻成上，三翻成正，妙翻成等。啊，三是觉啊，这三是正，菩提是觉，无上正等正觉，可以翻的，因为它是佛教终极的目标，所以尊重不凡。啊，用音译再把它注出来。啊，没有比这更高的。正觉阿罗汉正等的，正等菩萨正等的，无上佛正等。啊，这叫方便呢、啊。又如《法华玄奘》里面说的：“是为可测，越方。”啊，就是说它有法则，它不乱。啊，有规矩，有礼仪，这叫方。啊，善斗机，善是善巧，能够引导众生，啊，恒顺众生，这叫变。啊，因为经言书里都说，化善化行善巧，随无所依，种种意现明全方便。啊，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道理要懂。然后什么呢？我们以平等心。看一切众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现菩萨身，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耶稣基督，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回教的阿訇，所以有一年我到日本去看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那一年是他100岁啊，老和尚往生好几年了，啊，老和尚告诉我，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得好啊，我相信啊。那么换句话说，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啊，翻过来说也一样。啊，如果是基督为主，诸佛菩萨是基督的化身。这是华严境界，主办圆融啊。主不是独一的。办也不是永远的办，是办，随时可以做主，可以做办。啊，以基督为主，释迦牟尼佛就是办；以释迦为主，基督就是办。
他们可以互为主伴，得大自在啊。哎，这叫方便呢。啊，所以净严所里头说得好，化形善巧，随无所依，就恒顺众生的 啊种种异现，异现是不同的视线，啊，这叫全方便。虚云老和尚遇难，文殊菩萨现个乞丐来救他，来帮助他，全方便的啊！荒山遍野来了一个乞丐，一点都不稀奇，正常的。乞丐到处讨饭嘛，哎，怎么在这个路上碰到他？啊，他也不会疑心，啊，菩萨示现的，不会。到五台山才明白，综上经论，故知以善巧、稳当、方便之法。妙其众生的根基，导向究竟的果觉，名为行权，或者是说行方便。权就是方便，引导众生啊，归向净土啊，一生决定圆满成就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下莲居老居士为了无量寿经没有善本，在中国几千年学的人太少，啊，反而在日本流通，但是日本人五种本子只选了一种，康僧开的本子，其他四本没有人学，这就是没有善本啊，必须要汇集成一个善本，这行权方便呢，啊。黄念祖老居士给这部经做个注解，为末法时期做一个标准典型啊，做个模范，不能用自己的意思讲解，会讲错啊，怎么办呢？用经来注解，他用了83种经论，这个没话说了。古达的所说的，那是开悟的人，那是见性的人。啊，用110种的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用193种。这是在末法教人心服口服啊！末法时期学习经教要用这个方法，避免过失，也让大家生信心
啊，对你不会怀疑。啊，那么就经论的意思，祖师大德开始，啊，可以用像我们现在学习心得分享的方式，帮助大家认识，帮助大家建立信心。终极的目标，帮助大家发愿求生净土。这都属于行权方面，唯有行权方面才能得到究竟圆满。啊，底下这一段呢，啊，第四段，究竟圆满，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家乡所，皆是为结其宗缘，这叫入。啊，结是理解，其是其入。啊，宗缘，是讲的自信。啊，中国俗话讲，追根究底，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宗缘是心，是发心。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么万法的宗缘就是自信，明心见性就找到宗缘了。净严书曰，无量寿经，中国的注解就这两种，一个是加强，一个是精进。啊，日本多，日本有20多种，我知道的，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啊，精进所说，正慧叫如。可见入者为其慧正入之意，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入佛之见，这里面的入字啊，入是其入，真正明白了佛知佛见呐。啊，这个如此。那么佛法藏，家乡所缘，名理为藏。下面是念老的解释：盖为佛法藏为法性之理体。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所以叫佛法藏。又法性中含藏一切佛法，
也叫佛法藏。是故入佛法藏，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善入佛慧，通达大智，跟这个意思相同。那么这个智慧，智慧的体，智慧的相，智慧的作用，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佛在华严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就把统统包括了，智慧的能相好。诸佛如来所有的一切众生统统都有，为什么？一个自性，是自性本具的，佛觉悟了，破迷开悟，他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透出来了，凡夫在迷，自性里面智慧变成烦恼，德变成了一业造业，相变成了六道轮回。变质了，是不是真的变了呢？真的没有变，变是虚幻的，不是真的，真的一点都没动，但是你完全不能觉察，是在念念前，你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有身体不能接触，他并没有离开你，这叫迷呀。只有佛菩萨，他们有善巧方便，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好像在梦中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觉悟了，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所以梦中是假的，梦中这个虚幻的东西千万不要执着，决定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个梦还要继续走下去，不放在心上，梦就会醒过来。道理就在此地。一切要放得下，连身体也放下，连我们想法看法统统放下，没有一样是真的。自信清净心中，没有想法，没有看法，想法是见思烦恼，看法是见烦恼，想法是死烦恼，六道轮回就是从见思烦恼里头建立的，没有见思烦恼就没有六道轮回，这个东西先放下，阿罗汉放下了，阿罗汉脱离六道，他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所以佛法藏法心当中含摄一切佛法，法心就是自性，就是本性，
就是真性，也叫灵性。啊，他这个里面一样都不缺，事出世间法是圆满的。啊，所以叫他做佛法僧。是故啊，入佛法藏，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善入佛会，通达大智的意思。啊，由真解居从果相应的意思来解释，如来一切功德宝藏，佛果功德也，此之功德大宝海。所以佛法藏，即是佛所得一真也。真解这个意思也说得好，从果相应，专说念佛法门。因为这名号是果德，名号不是因，我们支持名号从果上修的，把如来果当作我们的修因，这特别法门。啊，佛果功德就是如来一切功德宝藏，这个功德大宝海，给他设个名词叫佛法藏。啊，即是佛所得一乘，一乘是圆满，一乘在大乘法里最高的。啊，经教里面讲一乘就念不清，华严法华讲一乘，啊，其他教里头都不是一乘教，大乘、小乘、大乘菩萨乘，一乘是佛乘，啊，声闻缘觉小乘。那么真解之书贤慧中诸菩萨了，皆是大权实现，从果相应，一入如来一乘过海，但不是因行，故来会暂住世尊。这个意思深啊，来参加释迦牟尼佛大会这些菩萨，他们都是果后大权，果后是已经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在这示现成佛教化众生，他们来帮忙，帮忙不能以佛身啊，他们用菩萨的身份来帮忙，实际上呢，实际上早就成佛了。像前面所说的文殊普贤弥勒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十六位真士在家菩萨通通早都成佛了，是佛来实现。所以从果相应，果是一乘啊，啊，因是菩萨了啊，应以菩萨身份来度众生，通通现菩萨身份啊，而且都现的是等觉菩萨，
啊，十释迦佛这个法会更殊胜。他们这些人在做，让学习的人生起信心，对这个法门不再怀疑。啊，有真诚的信心，有真实的愿心，愿生净土。啊，不再在这个六道里面逗留了。啊，决心一生求生净土。所以他们是来赞助释迦牟尼佛。啊，究竟这两个意思是至极之意。啊，到极处了，再没有了。啊，究竟圆满是什么意思？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叫离究竟苦。只要在六道，虽然升到天上，啊，他化自在天，落，但是他有寿命啊，寿命很长，很长也有到的时候。啊，到的时候怎么办？往下堕落了。为什么？福报享完了。阿赖耶里面还有不善的业因，那要到三途受苦报。不免轮回，所以不求解。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叫离究竟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天不究竟，人间富贵不究竟。啊，要得究竟乐，离究竟苦。这净土，这是阿弥陀佛。啊，世尊跟阿弥陀佛，一个在此地，给我们做报告，做介绍。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来接引，啊，彼岸究竟彼岸，知足论云，般若情也，姚琴时代翻译。啊，所以称为秦言彼岸，叫中国说说彼岸。啊，又说以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六道十法界都有生死，这此岸的证得菩提涅槃。永远离开生灭法了，啊，生到诸佛如来十八土那个地方，不生不灭，那叫平安。啊，释迦佛的十八土叫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啊，换一句话说，修其他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成之后升到哪里？升到华藏世界。啊，修不成功呢？修不成功还搞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向一真法界走。啊，这当中还有十法界。
声闻、圆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右语图。啊，要通过这个一层一层提升上去，都要很长的时间。啊，目标花上时间。啊，那么有人问我了，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有个同学问我，我举了个比喻，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是新加坡，啊，极乐世界呢？是新加坡的乌节路，新加坡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啊，最好的街道，所有一切金融机构都在这个街道上。啊，我说你就知道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在新加坡最好的地区。那人人都向往，啊，那么生到极乐世界就生到华藏世界了，而且是华藏世界精华的地区，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生死涅槃，那由《涅槃经》上说，彼岸与如来也。啊，彼与如来，是以净言思解释究竟涅槃。啊，张果彼境，涅槃彼岸。道明究竟，念老在这里有个挂虎，书为张明以德之极之觉果，这叫达涅槃彼岸，也就是究竟的意思。啊，岸真解的意思，则为证入佛的一乘大功德宝海，其佛所得的涅槃，两种说法意思完全相同。啊，世诸大士，圆证果得矣。从果相应，尊普贤德。普贤设法来法会中同弘净土，啊，这一些等觉菩萨，这诸大士都是等觉菩萨。实际上呢，圆证果德就是都成了佛，都成了佛。现在的身份是佛现的化身。啊，佛能现无量身，能现无数身，能现无边身，他有这样的神通，有这样的道行。啊，他现等觉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道场，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啊，在大会当中做影响中，啊，我们出讲经的时候，在台北中国佛教会的大会堂，那个会堂可以容纳七八百人，
啊，有老和尚来听经，南亭老和尚是个讲经的老法师，我们的老前辈啊，我的老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几乎一堂课都不缺啊，他来干什么？他讲的都比我好，来做影响众，我很感恩。他很客气啊，来的时候呢，我上了讲台了，他才进来。我给他顶礼拜的时候，没办法拜到。啊，我讲经完了，唱回向偈的时候，他就先走了。因为他不走，我见到他一定跟他顶礼，这规矩啊，他都怕麻烦啊，迟几分钟来，早几分钟走，做影响众啊，这是对于后学年轻法师的鼓励啊，大家也看到这个道场有这么多老法师老居士，大概讲得不错啊，帮助听众们增长对法师的信心啊。现在我想很少了，过去老和尚懂得规矩，我们要帮助后学，要帮助下一代呀，怎么帮助？这最好的帮助啊！他讲经，我们去听啊！释迦牟尼佛把这桩事情写在《菩萨戒》里头。啊，他受过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四十里之内有法师讲经，不去听经就犯戒。啊，他讲的经要不是佛经没关系，讲的是佛经、大乘经，一定要去听。啊，这就是僧赞僧的意思。僧赞僧，释迦牟尼佛指定的。啊，不能不遵守。啊，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彭吉谦居士曰：“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三聚一中。”全是净土法门彭居士是佛门的大德他是清朝乾隆年间人同宗同教显密圆融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我没有去查证啊，他告诉我彭吉谦高干子弟，这是现代的话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时代的兵部尚书啊，兵部尚书什么地位呢？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这是高干子弟啊，人非常聪明，家庭环境好啊，童子未成年，二十岁成年，十九岁还是童子。大概十八九岁就考中了进士，
一生没做官，全部的精神都投在佛法上，著作很丰富，有《无量寿经注解》，叫《无量寿经起心论》，他做的。这个人通宗通教，显密圆融，那么他说的这些话多半是在他所写的起心论里头，无量寿经起心论，这说的好啊，全是净土法门，菩萨一切所行不离方便，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这是真的。修净土的人跟佛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切祝福赞叹弥陀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的弟子，沾光啊，阿弥陀佛的弟子到任何佛国度去见佛都特别优待，为什么？佛一看到这阿弥陀佛弟子来了，要好好招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诸佛如来特别照顾你这是他们对阿弥陀佛的恭敬所以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不是虚的，是实实在在。那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鼓励大家到十方诸国都去看看像我们现在讲的去参与现在的话呢叫观光考察能提升自己何况到诸佛刹土供养修复，听经闻法修慧，这种游步十方福慧双修不是一尊佛，无量无边佛同时去，同时化无量无边身，所以在一时圆满成就这就是取以方便故取于净土，得常见佛，以见佛故呢随法修行，入佛法藏，圆满觉心究竟彼岸，他成佛了，快呀！若无方便，无量行门终不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是表法，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八万四千不多啊，代表大圆满，那大圆满就是无量无边的，无数无尽的，是表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唯有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快速证得，如果不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真的是无量劫又无量劫，你才能到达极乐世界，一生就成就，这怎么能比？那下面如大般若经，像大般若经上所说啊，是菩萨由于般若波罗蜜相应故，从此处末生于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再在深处常得知于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啊，这是菩萨了。菩萨愿意常在佛的身边，不离开佛。为什么？他容易成就。啊，离开佛，他距离成佛的时间要拉长，不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善知识难遇，真正遇到善知识，要知道清净，要知道供养，要不能离开善知识，意思相同。啊，这些大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以谁为善知识？以诸佛如来为善知识。啊，因为他们住在宝土，十宝庄严土，他们脱离了十法界。啊，他们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啊，他们能现无量无边身，同时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听经闻法，不舍一尘，所以容易成就。那么这边前面所讲的，从此处末生于佛土，这是神通；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啊，这也是神通；再在深处常得知佛，这的善根深厚，他跟一切诸佛有很深的缘分，啊，诸佛世尊。那么底下供养恭敬，恭敬比什么都重要啊！用什么供养？恭敬就是供养啊！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供养里头最殊胜。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去照做，供养恭敬都没有了啊！真正的恭敬供养是一教奉行，我真干啊！真的放下外面，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丝毫没有留念啊！亲情也不能留念，一定要有智慧。如果留念，这一生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我对他们帮不上忙。我到极乐世界了，我这些亲人冤亲债主我都能照顾，我有神通，我有智慧，我有道理，我真正可以帮助他救他们，这是对的。现在念住亲情，障碍你不能往生，彼此都要受苦，都要受难，谁也帮不了谁。错了，这个道理要相通啊！相通了，习气中依旧放不下，怎么办？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有效。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这是如理如法的求啊，不是过分的要求。啊，佛会帮助你。人在遭受大苦难的时候，他会求，没有遭受大苦难，不容易求。啊，我们这一代遭受中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啊，从小离开家乡过流浪的生活，无依无靠。啊，当时国家对于这批流亡学生把他集中起来，啊，国家办学校，那是叫国立中学。啊，在中国那个时代，县办小学，省办中学，国家办大学，啊，非常时期，所以特别办那个国立中学。抗战胜利，国立中学解散，啊，交给省去办，啊，收拾这些流亡学生，跟家里还有联络，回家。返乡啊，我们是学校解散的时候，我回到南京啊，受过这些苦难，人世间酸甜苦辣统统尝过，知道苦啊，啊，在家苦，出家也苦啊，没有依靠，没有背景的，学佛前一段时期，得到韩馆长帮助。他护持了30年啊，他是个普通的平民，在大陆是世家，家破人亡啊，逃到台湾来，先生在一个朋友开了个药房，他在药房里面帮助推销产品啊，就是个推销员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我们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人事背景，也没有这个富贵人帮助，没有。也知道老师啊，所以我知道困难，不敢讲那场，
建道场有开销，那会受累赘啊，没有道场一个人自在啊，想走就走了，没有牵挂了，没有后顾之忧啊。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有董事会，有人管理啊，澳洲道场交给乌兹贝这些出家人自己去经营，自己去管理啊，建好之后给你们啊，叶森、韩馆长帮助我，真正做到了，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才能专心研究经教。如果有这些干扰，你想学教，你也学不成。啊，这都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于不离佛，须以念佛为因。如华严十地，始终不离念佛。这是去处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华严经上表法的到什么时候，初地到十地，这十个阶阶里头永远跟佛在一起，不离佛啊。十是初地，宗是十地，从初地、二地、三地这十地十个阶层的菩萨不离念佛啊。那么念佛法门，你看这善巧方便，修行修到登地了，入了念佛，我们现在就是就入这个门，真正不容易啊！修八万四千法门，修无量法门，要等到他登地，证得初地，他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了啊！我们这边多数人，在现在这个时候就遇到了，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如果不在这一生成就，那就冤枉了，那真可惜了啊！想到这个能不放下吗？啊，还能做错事，错事里头不求往生是最大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啊！不能往生搞六道轮回，那是你自己自作自受自己要负完全责任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